诸位朋友，大家好。我们今天继续学习《群书之要》，请看第24句：“天子无戏言，言则使书之，礼成之，乐歌之。”这句话呀，出自《群书之要》卷11《史记》。这里边啊有一个典故，叔虞是周成王的弟弟。有一次啊，成王跟叔虞开玩笑，把桐叶削成龟，赠给叔虞。这个龟呢，就是啊，古代的诸侯朝见天子的信物。成王就说啊，用这个来封赐你。史意呢，就请成王选择一个良辰吉日，封叔虞为诸侯。成王说："我只是给他开玩笑罢了。"史意说："啊，天子无戏言，天子没有不慎重的话，没有开玩笑的话。话一说出口，史官就会记录下来，就要用礼仪来完成，用乐音来歌颂。"于是呢，周成王就封叔虞为唐国之侯。君无戏言，天子无戏言的典故呢，就是出自这里。那我们看了这句话呢，首先让我们想到了《论语》上的一句话，那就是"君子不重则不威"。作为一国之君，如果言行不庄重，那就没有威仪，也不会让百姓升起尊重之心。在汉代杨雄的《法言篇》上讲到修身的时候啊，提出人应该取四重，哪四重呢？那就是重言、重行、重貌、重好。言重则有法，行重则有德。貌重则有威，好重则有官。言语庄重，就可以为人所效法。所以在《弟子规》上呢，关于言语的教诲很多。奸巧语，秽污词，市井气，切戒之。这句话就是告诫人们呢，不要说欺骗人的话，不诚信的话，粗鲁骂人的话，当然也包括一些黄色的笑话，这些啊都是要避免的。但是我们看到现在有很多领导干部啊，在吃饭的时候、交谈的时候，都以讲黄色段子为荣，并以此取乐。但是这样的黄色段子一说出来啊，就让人们对这一个领导失去了尊重之心。那古人呢，有一句话说："利剑得人敬，口剑得人憎。"什么意思呢？一个人很愿意出力帮助别人，他会受人尊敬，这叫利剑得人敬。而口剑得人憎，一个人言语过多，说的又不是很妥当，就会遭人厌恶。那么《易经》上也说："吉人之辞寡"，吉祥的人言语是很少的，因为他心地清净，没有那么多的妄念。躁人之辞多"，心情烦躁不安、心浮气躁、思虑很多的人，表现出来呢，就是言语也很多。这就是提醒人们啊，在言语上要庄重慎重。在《弟子规》上还有一句话，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说，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那就是"扬人恶即是恶，极之甚或且作"。这也是对我们言语上的要求，说一个人如果经常把别人的过恶到处去宣扬，结果别人知道了，
哦，这个人在背后说我的坏话，就会对他非常的痛恨，也无形中为自己埋下了祸根。而把别人的过恶到处去宣扬，这本身也是一种恶，不是一个有德行的人能够做得出来的。中国古人提醒人们要厚道存心，厚道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要引恶扬善，把别人的善事、好事，比如说孝敬父母的。友爱兄弟的、朋友诚信的、尊敬师长的等等，这样的事例多多的去宣传，而把那些儿女不孝敬父母的、兄弟互相争讼的，甚至吵上了法庭的、朋友之间背信弃义的、夫妻同床异梦的，这样的现象啊，不可以大肆的去宣扬。中国古人有一句话呀。在《增广贤文》上说啊，谁人背后无人说，哪个人前不说人？但是说什么、怎么说，就体现了一个人的德行厚薄。中国古人呢，特别讲究引恶扬善，这一点也体现在宣传上。为什么这么要求引恶扬善呢？因为这个从长远上看啊，对社会风气是有帮助的。比如说，我们现在有的电视节目，经常把那些不孝敬父母的、父母没人照管的、被送到老人院了、被送到火车站了等等这样的事搬上电视。久而久之，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那个还能够赡养父母的人就会说：“你看，这个时代的人都不是照顾父母了，都把老人送到养老院了。那我还能够和父母一同住，我已经是很孝敬的了。实际上呢，他对父母啊，虽然住在一起，对父母也有经济上的供养。”但是可能对父母说话并不尊重，没有做到养父母之心、养父母之志、养父母之惠。这离孔老夫子教导我们的孝还差得很远。但是因为我们经常宣扬那些不孝敬父母的事例，结果这个还能和父母在一起同住的人就以为自己很孝敬了。而那些不孝敬父母的人看了这样的节目会怎么想呢？说你看，天下乌鸦一边黑，这不孝敬父母把老人送进养老院是正常的现象。他不孝呢，也没有什么惭愧。所以，如果我们经常宣扬恶人恶事，那么人的向善之心就不能够被提起，人们做恶事还会习惯成自然。特别是我们经常把恶人恶事啊到处去宣传，久而久之还会有一种不良的结果，那就是人们看到人做善事就不相信了，就起怀疑了。所以现在这个社会做好事、做善事、对别人无私无求的去帮助的事，反而特别的难。难在何处呢？就是因为。人们对善人善事产生了怀疑，所以电视宣传特别应该响应习主席的号召，要起到传播正能量的效果，要把那个善人善事、好人好事，哪怕是身边小小的感人的事例，都搬上荧幕，这样呢，大家才认为做善才是正常的。那我们看到现在很多的地方电视台啊，都设立了弘扬传统文化的频道。比如说，在广东省博罗县的电视台、潮州市的电视台，还有在河南西县、巩义县等等这些电视台呢，专门开辟了一个频道，一天呢不中断的
讲传统文化的教育，结果起到了很好的效果。很多电视台这个节目一播出来啊，就收到很多热心观众的留言，他们纷纷打电话来电视台啊，说看了这个节目，对自己家庭和谐、子女教育、夫妻相处都起到了很大的帮助。这个节目呢，非常受欢迎。那么，言语很重要，所以要学会说话。孔子以四个科目教导学生，首重德行，其次就是言语，然后才是正式文学。说明什么呢？说明讲话呢，要讲究艺术。那么有人总结了讲话的艺术啊之一，说要多说鼓励的话，少说批评的话，因为鼓励激发潜能，批评造成隔阂。特别是我们在接触传统文化之后呢，在和人处事的时候啊，要特别讲究说话的艺术。因为有的时候虽然我们是好心好意，确实是为了利益对方的存心，但是说出来的话呢却很刺耳，让对方很难接受。即使是劝导别人呢，也有劝导的艺术。首先呢，你要等对方心情比较好的时候去劝谏他，指正他的缺点，对方比较容易接受。而且在说对方缺点之前呀，还要先美其长，先要肯定他做得好的地方，赞叹他的长处，然后再很委婉地说，如果再怎么怎么样，那就更完美了。那么这样的口气呀，就让人比较容易接受。而且中国古人也讲因材施教，这个人本来已经很自卑了，没有自信了，你对他的言语还很严厉、很苛刻、很挑剔，就让他越来越丧失自信心。所以呀，这个言语确实非常的重要。可能我们说了一句不经意的话、无心的话，但是别人听了之后耿耿于怀，甚至因此产生了隔阂。古人说三思而后行，那我们说话呢，其实也需要三思而后言，要考虑到方方面面，不能够顾此失彼。古人还说啊，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我们给别人说一句爱语、宽慰的话、理解的话、体谅的话、鼓励的话，别人在寒冬腊月心里都感觉到非常温暖。但是我们恶语伤人，特别是在盛怒之下口不择言，说了一句很过分的话，结果怎么样呢？结果火烧功德林。什么意思呢？这个意思可以这样理解，就是你以前呢对朋友两肋插刀，很无私，很讲义气，为朋友付出，无私无求，但是脾气一上来，在盛怒之下说了一句伤害对方的话，那么你以前对朋友的付出别人都记不得了，就因为你这一句话刺痛了他，他可能耿耿于怀，从此就不能够再原谅你，所以你以前对他的付出呢，也全都白费了。那么这个呢，是告诉我们言重则有法，言语慎重就可以让人们效法。行重则有德，就是说我们的行为很庄重，就显得有德行，很稳重。特别是我们在《论语》上啊，看到孔老夫子教导弟子颜回，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也就是我们的视听言动都要符合于礼的节度，不符合于礼的行为绝对不去做。如果我们做事不符合礼，像我们现在也有很多领导干部呢，做了很多违礼的行为，结果怎么样呢？结果被人给拍下来了，还把这些不雅的视频都传到网络上，结果一日之间就让自己身败名裂，甚至呢还受到了盘查，还因此锒铛入狱。这都是因为自己的行为不慎重所造成的。貌重则有威，也就是我们的容貌庄重，就让人看到啊有威严。所以中国古人说，坐有坐相，站有站相，走有走的相，睡有睡的相。即使一个人是没有人看到的时候，也要很慎重，不敢放逸。所以在容貌上呢，孔老夫子也有教导，说色思温，貌思恭，表情要很温和，虽然很温和，但是很恭敬，这样呢，就让人觉得你很好接近，很温和，但是在你的面前又不敢造次，对你还非常的敬重。他既想亲近你，他又不敢造次，这就是因为做到了貌思恭。这呢，也是因为自己啊有威仪，做得恰到好处。好重则有官，这个好呢，就是嗜好。中国古人呢，从小学习的是啊琴棋书画，这些嗜好都很高雅，都有可观之处。这呢，都是教导我们在言行、貌好等方面都要学其庄重。所以古人从小啊教导孩子说，一切言动都要安详，十刹九错只为慌张。这都是提醒人们呢，对人慌里慌张的是导致出错的原因。弟子规上也说，事勿忙，忙多错。礼记玉藻上也说，足容重，手容恭，目容端，口容止，声容静，头容直，气容肃，力容得，色容庄。足容就是我们行走的时候一定要稳重，像大象那样四平八稳，非常缓慢。曾国藩曾教导弟子说啊，要走路慢，吃饭慢，说话慢，这都是在日常生活中培养孩子一种稳重的作风。像我们在中央党校工作呀，经常看到有很多领导干部出来散步，这些领导干部散步的时候啊，确实都是非常缓慢，踱着方步，四平八稳，让你一看就知道这个人是领导。那么这样呢，就让人感觉到很庄重，而且值得信赖。古人说呀，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一个人他有定力，有这种稳重，无论发生了什么意外的事情，突发的事情，他都能够保持冷静。保持冷静，才知道应该如何去应对，才不至于呢慌里慌张。手容恭，在做的时候呢，手要敛，要手敛，起脚敛手。在走路的时候也不能够甩着胳膊，手容要恭敬。目容端，端就是平的意思，
平视，我们经常说一碗水端平，这就是告诉我们的眼光呢，不要向上，也不能向下。向上向下，或者觉得轻视傲慢，或者显得很不屑等等。那这也说明啊，眼睛是心灵的窗口。如果我们心里有傲慢或者很刻薄，表现在眼睛上啊，也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观察有的人跟你说话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啊咕噜咕噜的乱转，这说明这个人的心思很复杂，心眼很多，在那儿不停的动。口容止，这个止就是我们刚才所讲的吉人之词寡，说话不要太多，要懂得适可而止，该说的说，不该说的一个字都不要说。孔老夫子也说啊，随侍君子时容易犯三种过失。哪三种过失呢？言未及之而言，谓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谓之隐；未见颜色而言，谓之古。话没到该说的时候啊，就抢着去说，这说明一个人心浮气躁。该你说的时候，比如说有人问到你了，你又隐而不说，这个被称为隐，这是隐匿之过。没有观察君子的神色就说话，就是不懂得说话的分寸，就像盲人，说话不看对方的表情，说了一些别人不喜欢听的话，别人可能都要发怒了，你还在那儿说，可能就让他火冒三丈，这是大为失礼的，这呢，都是过失。那么这些呢，都是告诉我们言语也要谨慎，要懂得适可而止。声容静，就是我们说话的声音，不要大声喧哗，像噪音一样。特别是我们中国人，说话的时候声音很大。比如说坐在飞机上啊，第一排人的声音，可以让最后一排的人都能够听到。我们到一个中餐馆，彼此交谈的声音乱糟糟的，响成一片。但是我们去西餐馆吃饭的时候呢，就没有发现这样的现象。那很多中国人在出国的时候啊，也是很喧哗，也很失礼，所以不受外国人的尊重。那么这是我们礼仪之邦的中国人特别值得深思的。据说有人呢，到过法国的巴黎圣母院，结果发现在圣母院上啊，圣母院里边呢，用汉字写了一个标语，什么标语呢？请勿大声喧哗，提醒我们中国人说话的声音太大了，所以特意用汉语写了一个标语挂在那里，专门给中国的游人看的。那我们想一想，能够到巴黎圣母院去参观的人是哪些中国人呢？都是我们中国的这个上层人物，或者是有钱的，或者是有权的，或者说我们现在说的有学问的知识分子。一般的底层老百姓啊，还去不了巴黎圣母院参观。但是即使是这样的人，走出国门之后，都有这样的表现，说明我们礼仪之邦的礼已经丧失到一定的程度了。中国在历史上被誉为礼仪之邦，华夏之族，那不是我们自己封给自己的，是我们邻邦的人到中国来访问，
看到中国人之间相处彬彬有礼，特别的和谐，他们很羡慕。回去之后啊，就向自己的国君报告。这些国君呢，特别喜欢派使臣到中国来学习，所以把中国呢称为礼仪之邦，华夏之族。像唐朝唐太宗的时候呢，哎，万国来朝，把中国的皇帝尊称为天可汗，那就是天底下公认的领导者。说明什么呢？说明当时的中国人特别的有礼貌，而且呢，影响到周边的人纷纷来学习。结果怎么样呢？结果经过了五四运动和十年文革，我们把中国的礼批判的体无完肤，被称为吃人的礼教，对他生不起信心。结果怎么样呢？结果我们现在的人言行没有规范，受到外国人的嘲笑，这是非常值得深思的一件事。这就是我们抛弃了自己的传统文化，抛弃了自己的礼仪风俗所导致的。头容直，直就是不要歪斜，要端正。像我们在跟人交谈的时候啊，不能把头侧在一边，这就是没有做到头容直。气容肃，就是我们喘气的声音不要太重，要给人一种肃静的感受。一个人恭敬心提起的时候呢，哎，他就自然很注意这些细节，呼吸都不敢出大气儿。立容德，站立的时候啊，不要倚在一边，也是要端正，这样给人一种有德行的感受。色容庄，色容要庄重。刚才我们讲到啊，色思温，貌思恭，这些都做到了，就会给人有威仪的感受，别人就不敢轻慢。那么这呢，就是孔老夫子讲的，君子不重则不威。在《群书治要》春秋左传上呢，记载着这样一个故事。在春秋的时候啊，有一个大臣叫赵盾，他的君主晋灵公非常的不守礼，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而且做得很过分。结果赵盾呢，他作为臣子非常忠心，屡次犯言直谏，但是晋灵公都不听，而且还觉得他很烦。于是啊，就起了一个恶念，派一个杀手呢，想把赵盾给杀了。这个杀手啊，一天凌晨很早的时候，就到了赵盾的家里，看到他的卧室门已经开了，赵盾啊，已经准备好要去上早朝。因为时间很早，所以他就穿好了朝服，恭恭敬敬地坐在那里闭目养神。他这种恭敬的态度，深深地感动了这个杀手。他想，一个大臣在没有人看到的时候，在独处的时候，还能够对国君表示这样的恭敬，这个人一定是国家的栋梁之才。如果我把国家的栋梁给杀了，我对国家对人民就是不义。但是呢，我又接受了君主的命令，要杀这个大臣。如果我完不成自己的使命，对君主就是不信。所以他思来想去，想不出一个好办法，究竟该怎么做，最后自己就触怀自杀了。
从这个故事中，我们看到啊，一个人很恭敬的态度，居然可以起到这样的感化作用，把来杀他的杀手都能够感化，结果杀手自己自杀了，也保存了自己的生命。所以古人告诉我们呢，要从言语、行为、容貌、嗜好等方面注意保持庄重，久而久之呢，自然令人肃然起敬。那我们看到啊，尊敬的老法师，他走到哪里，哪里的人呢，都不由自主的，哎，起身对法师啊表示恭敬。这是什么原因呢？这就是自己平时啊，这种恭敬心潜移默化的所培养出来的一种气场。那么这种气场啊，让人能够自然而然的升起恭敬之心。那作为天子，言行是百官和万民的表率，就更需要注重这些方面的细节。所以，天子无戏言，君无戏言。这个呢，也是要求天子在言语方面要慎重，做到言而有信。那我们看下一句，第25句。子曰：“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怨怨矣。”这个远呀，在这里读四声，意思是避开的意思。这句话出自《群书之要》卷9《论语》。王隐之精益述文说：“公自厚者，公自责也。因下薄责于人而省责字。”意思是说，公自厚者，对自己从众责备；薄责于人，就是对人从轻责备。这样做就可以避开他人的怨恨。在这个世间呢，要做到没有人怨恨，是一件很难的事。在历史上，我们看连孔子和佛陀也有人怨，没有人不遭怨难的，这是社会的常情。遇到怨难的时候，遇到别人的埋怨呀、诽谤啊、诋毁啊、误解啊等等，需要多多包涵，能责自己深一点，责别人薄一点，那么怨我们的人就会少了。在社会上，我们看一个人是否有德，怎么看呢？责备自己就是有德，责备别人便是无德。所以有德和无德从这里就可以分辨出来了。像我们看到啊，老法师在弘法利生的过程中，虽然无私无求，但是还是招致了一些人的误解、嫉妒、诽谤，甚至是别有用心的恶意中伤。这些诋毁、诽谤、重伤，并没有让他升起打击报复的心，也没有让他退却了慈悲济世的心，反而写下了这样的诗句来自勉：感激伤害你的人，因为他磨练了你的心智；感激欺骗你的人，因为他增进了你的见识；感激鞭打你的人，因为他消除了你的业障；感激遗弃你的人，因为他教导了你应自立；感激绊倒你的人，因为他强化了你的能力；感激斥责你的人，因为他助长了你的定慧；感激所有
让你坚定成就的人。为什么要感激伤害你的人呢？因为没有人曾经伤害过我们，我们可能就像温室里的花，经不起任何的风吹雨打。正是因为有人伤害过我们，当我们又恢复正常的时候，我们的心智就得到了磨练。感激欺骗你的人，如果没有人曾经欺骗过我们，哦，我们会以为天下的人呢，都是善良的人。正是因为有人欺骗过我们，才增长了我们的见识。哦，原来天下有好人，还有这样的恶人，还有这样骗术高超的人。但是重点是什么呢？重点在于不要因为别人的欺骗就丧失了信任别人的能力，更不能因为别人欺骗过我们，我们转而也去欺骗别人。蔡老师在讲《弟子规》的时候啊，讲过一句话很重要，他说别人做的对不对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自己一定要做对。感激鞭打你的人，鞭打我们的人呢，正好是帮我们消业障。感激遗弃你的人，正是因为有人把我们遗弃了，我们从小学会了自尊、自立、自强这样的意识，而不是事事啊依赖父母。那么这样呢，反而呢，教会了我们自立。感激绊倒你的人，正是因为有人把我们绊倒了，当我们重新站立起来的时候，我们的能力也大大的提升了。感激斥责你的人，如果没有人斥责我们，我们觉得自己修养已经很好了，你看我八风吹不动啊，正是有人来指着鼻子对你无理取闹来骂你的时候，你还能对他保持微笑，保持耐心，这才体现了一个人真正的修养。所以感激所有让你坚定成就的人，生活在感恩的世界里。这是啊，对我们人生的一种劝导，也是一种人生的智慧。那么老法师还说啊，处逆境，随恶缘，无嗔恚，业障尽消；处顺境，随善缘，无贪痴，福慧全现。当我们身处逆境的时候，处处是困难挫折的时候，不要怨天尤人，要随着恶的人际关系、恶的环境，但是没有抱怨之心，没有嗔恨之心。这样的话呢，我们的修养啊就提高了，而且借着这个挫折和困难，提升了自己的能力，提升自己啊面对挫折的勇气。那处顺境的时候，要随着顺缘、顺的人际关系，但是不要生起贪恋之心。如果生起贪恋之心，就愚痴了。所以逆境是考验人，顺境更是考验人。在顺境之中淘汰人呢，其实比逆境啊更加的厉害。面对财色名利等等的诱惑，你能够如如不动，把持住自己，这个才是啊真正的定力。那如果处顺境、处逆境啊都能够自在，这个人的修养呢才算初有成就吧。那么这个呢，就是师父上人呢用自己的身体力行给我们树立了一个功自厚而薄责于人，
甚至是不责于人的榜样。结果怎么样呢？结果化解了很多的矛盾和冲突，也感召了不同宗教的人士啊，对老法师的信任，愿意啊，一起啊，共同来创造和谐。那么这个榜样呢，确实值得我们每一个学生啊来学习。在格言别录上呢，也有这样一句话，他说啊，以责人之心责己，则寡过；以恕己之心恕人，则全交。以责备别人的心来责备自己，为什么呢？因为一般的人呢，挑剔别人，看别人的矛盾、毛病、缺点，都是一目了然，一清二楚，说起来也是头头是道。那我们用责备别人、挑剔别人的心来挑剔自己、责备自己，那我们的过失就很少了。而以宽恕自己的心去宽恕别人，就能够保全交情。因为我们一般人呢，犯了过失的时候啊，都会给自己找一个理由，开脱一下。如果我们能以宽恕自己的心去宽恕别人，谅解别人，就能够保全交情。所以古人说呢，律己秋气，待人春风。也就是我们说的要严于律己，宽以待人，而不是相反。那我们学的这句话，公自厚而薄责于人，是在君道中讲的，说明什么呢？说明领导者要率先做到公自厚而薄责于人，这样才能够上行而下效。不能我们学了传统文化，学了弟子规之后变成警察了，专门挑别人的不是，这样就学错了，越学越刻薄了。格言别录上也说呢，我们看一个人德薄还是德厚怎么看呢？他说，德薄者其心克傲，见人皆可憎，故目中所鄙弃者众。德行浅薄的人，心地刻薄傲慢，见到每一个人都有可憎恶的地方，可挑剔的地方，不如我的地方，所以他眼睛中所鄙视的人，瞧不起的人就有很多很多。相反，德胜者其心和平，见人皆可取，故口中所许可者多。德行很深厚的人，他的心平气和，见到每一个人都有我值得学习的地方，值得赞叹的地方，值得肯定的地方，所以他口里所赞叹的人、认可的人就有很多很多。从这里我们就能知道自己是一个德薄者还是一个德胜者了。第二十六句，君不孝，则国危而民乱；君贤圣，则国家安而天下治。祸福在君，不在天时。这句话出自《群书治要》卷三十一六韬。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啊，君主不贤德，这个国家呢就会陷入危难，人民动乱；君主贤圣，国家安定，天下也得到治理。所以祸福啊，都取决于君主的德行，而不在于天时。在《诗子》上记载，舜任用了禹、季、高尧等五个人之后，就实现了无为而治，天下的民众啊，都以舜为父母。尧啊，就向舜来问治理天下的方法。
那舜呢，仅仅回答了两个字，哪两个字呢？是天。什么叫是天呢？就是按着自然而然的规律，天道的秩序，自然之道去治理。那为了说明这两个字呢，他就举了一个例子。比如说平地而注水，水流失，就像我们在平地上浇水啊，这个水自然而然的就会流向潮湿低洼的地方。君心而失火，火就燥，我们同样给柴火点着，这个火呢自然会先把那个干燥的柴火点燃。这是为什么呢？这叫招之类也，这就是感召的原因，自然而然的道理。所以他呢就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尧为善而众美至焉，桀为非而众恶至焉。这个尧啊，他凭借着自己的美德，因为他自己德行很高，所以感召的人才也都是贤良的臣子。而桀，他的品行败坏，所以感召的都是德行有缺失的，甚至奸诈狡猾的人来做他的臣子。这就是《易经》上所说的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道理。领导者是什么样的人，他所感召的属下往往自然而然也就是什么样的人。所以在《大学》上说，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可见领导者的修身，也就是这里所说的君贤圣与否，比什么都重要。那么在《论语》上也记载，社公问政，社公来请教孔老夫子怎么样办政治，孔老夫子怎么回答的呢？孔老夫子对政下了一个定义，他说：政者政也，子帅以政，孰敢不政？他说所谓的办政治啊，就是要使人政。那怎么样使人政呢？做领导的，你自己要率先做正当的事，率先端正自己，那谁还敢不做正当的事呢？谁还敢不端正呢？所以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在《论语》的另一处啊，孔老夫子也说：苟正其身，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说这个领导者如果能够端正自身的话，那么对于办理政治这件事又有何难处呢？如果领导者不能端正自身，怎么能够去端正别人呢？所以在《群书之要政要论》上啊，也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故君子为政，以正己为先，较劲为次。若君正于上，则吏不敢胁于下；吏正于下，则民不敢辟于野。国无清君，朝无协力，也无辟民，而政之不善者，谓之有也。这就是告诉我们呢，君子从政啊，以端正自身为先，以教育和约束为其次。我们看孔老夫子和释迦牟尼佛的教育为什么取得了成功呢？就是因为孔老夫子和释迦牟尼佛他们所说的、所教导徒弟的，自己无一例外首先做到了，所以教育才能有效果。同样的道理，如果君主能够正身于上，官吏就不敢不正于下；官吏正身于下，
庶民就不敢不正于郊野。国家没有不正的君主，朝廷没有不正的官吏，郊野没有不正的庶民，而国政却办理不好，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这是不可能的事。那我们学西方的管理啊，就发现西方人要管人、管事、管财、管物，而中国的管理呢，认为把自己管好了，把自己管明白了，就是最高明的管理。那么是不是只要把自己的身修好了，这些都不用管，也能管好呢？在大学上啊，就有这样一句话：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有德此有人，就是一个领导者，他是一个有德行的、受人尊重的人，自然而然会感召志同道合的有德之人来做他的属下，来到他的身边帮助他，这叫有德此有人。那如果一个领导者没有德行，即使有德的人也会离你而去，自己呢就留不住人才。有人此有土，这个土就是古代发展农业的基础资源。那我们现在要发展任何事业呢，也都需要有基础的条件，比如说需要人力资源，需要技术，需要各种各样的能力，还需要有战斗力等等。如果一个人有德行，感召了德才兼备的人才来到我们的身边，这些条件就自然而然的具足了。在《群书之要说院》中啊，就记载着这样一个故事：田忌离开了齐国，来到了楚国，楚王就问他，说齐国和楚国啊，经常想互相吞并，您对这件事有什么看法呢？田忌回答说，如果齐国任命申如做将军，那么楚国只要发动50,000士兵，派上将军率领他们，就能够带着敌军将领的首级而返，就是会凯旋。但是如果齐国换了绵子做将军，楚国即使是发动了所有的兵士，而且加上大王您亲自率军出征，也仅仅能够免于不被擒获而已。结果呢，开始啊，齐国确实是派申如做将军，于是楚国派了50,000的士兵，派上将军来率领，果然不出田忌所料，凯旋而归，带着敌军将领的首级回来了。后来呢，齐王就换了绵子做将军，结果楚王啊，征发了所有的士兵，自己亲自率兵出征，结果也是不出田忌所料，仅仅是没有被敌人擒获而已。楚王回来就问田忌，他说，先生，您为什么很早就知道了这个结果呢？为什么这个战争的胜负输赢被您预测得如此准确呢？田忌怎么回答的呢？田忌回答说啊，申如的为人有这样一个特点，他武慢轻视贤德的人，又瞧不起不贤德的人，所以无论是贤德的人、不贤德的人，都不能够为他所用，不愿意为他出力。但是绵子这个人却恰恰相反，绵子对贤德的人很尊重，又怜爱那些不贤德的人，所以无论是贤德的人还是不贤德的人，都能够为他卖命。
这就是我能够事先预料结果的原因。所以从这个故事中我们就看到啊，一个将军有德行，就能够感召士兵为他全心全力的付出。那这些士兵把自己的能力全部发挥出来，竭尽全力才有战斗力啊，就能够获得胜利。相反，如果这个将军没有德行，还好大喜功，刚愎自用，不能容人，特别是对于贤德的人不能够容纳，那就很难获得胜利了。那这个呢，就是告诉我们，有人此有土。最后一句话呢，叫有土此有财。这些人呢，就是我们创造事业的这些人才，这些资源条件都具备了，大家众志成城，把自己的能力发挥出来，自然就能够创造财富。当然这个财啊，不一定就是赚了很多钱，包括你的事业能够成功，你所办的事能够很顺利。最后呢，叫有财此有用。我们的事业成功之后，比如说我们赚了很多钱，把这个钱用在哪里很重要。有的人事业成功了，赚了很多钱，结果拿着钱和别人竞奢斗富，比一比谁的车子更豪华，谁的别墅更大，谁的消费更奢侈，结果怎么样呢？结果自己的事业啊，就不能够维持，儿孙看了你这种骄奢淫逸的行为，也会纷纷效仿，富就不会超过三代。所以虽然事业成功了，还要仍然保持谦恭有礼、勤俭持家的态度，对自己的欲望要有所节制，把钱用在哪里呢？用在自己的得日进、过日少上，这样才能够使事业蒸蒸日上，才能够可持续的发展。所以大学上总结说，德者本也，才者末也。也就是这里讲的，君贤圣，则国家安而天下治。祸福在君，不在天时。君主有德行，他是圣贤人，就像树有根本一样，自然能够得到臣下百姓的拥护支持，而枝繁叶茂，事业兴旺发达。所以为什么中国人这么自信地说，不用管人管事管财管物，只要把自己管好了，就会获得事业的成功呢？其实根据呢，就在于这一句话，那就是境随心转。这个境就包括我们的身体、人际关系、自然环境等等，它都是我们的心的一种反应，也会随着我们的心的变化而转变。所以呢，一个人的心态变了，我们周围的人际关系、自然环境、人缘也全都跟着改变了。所以中国人讲，境随心转，一切法从心想生。如果领导者自己有了德行，他不用管这管那的，这些事自然都能管好。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境随心转的原因。而且呢，自信啊，圆满具足一切的德能，一切的向好，一切的智慧，一切的财富。所以你只要反求诸己，把自己的德行修好了，这些东西不用去操心，也自然具足。这就是大学上所说的，大学之道在明明德。所以我们看大学之道也好，读群书之要也好，我们看到这些书啊，它没有告诉我们怎样治国，更没有讲治国的具体方法。
而首先告诉我们，大学之道在明明德，首先要把自己的德性彰显出来，再帮助别人把他们自性的性德开发出来，自行化他，达到圆满的程度，这就叫止于至善。当你止于至善，止于道的时候，也就是自性的德性圆圆满满的开发出来了，要智慧有智慧，要财富有财富，要德能有德能，要相好有相好，这些东西啊，不必操心，自性本自具足，这才是从根本上求。这也就是《周易》上所说的，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那我们今天呢，就先学习到这里，谢谢大家。